教学呢，教大家画北极熊啊，叫 polar bear 啊。它在水里边，我们身体就不画了啊。注意它的头啊，扁扁的，下面有倒影，灰色的跟这个冷灰色的跟暖色的这样对比啊，很漂亮啊。只要画准，每人都画像，好吗？好，中间的位置我们定好了啊，继续。